的来都来嘛，架子鱼嘛。哎，这狗在屋头的，这个羊肚就来乱吃。东哥在不在哦？耶，陈师兄，你们来了吗？请大条鱼抓着你们哦。找你打瓶饮料噻。海的来都来嘛，架子鱼嘛。哎呀，陈师兄，听说你光伏才做得好的嘛？那、这个羊肚鱼拿给你做的不？那要得噻。就那个鱼耶，看来没耍朋友，我把做个麻辣鱼的不？哎，勇哥，我看你视频头那个海椒辣椒放了很多，这回放清淡了了不？放心嘛，我晓得你不吃麻辣的，我给你弄麻辣椒嘛。哎呀，我有啥鱼去哦？羊肚鱼交给你哈。好，要得。放入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生粉、香油，搅匀。还有羊肚鱼还有那种吃法，里面装的虾滑，我们只需要拿炖汤，那个肯定很好吃。鱼来这儿吃吧，你们说该整麻辣点不？来来，陈师兄，上那个鱼好不好吃？哦，那么多辣椒啊！你不吃辣的的嘛？哎，兄弟，哎，还是有点酒的先喝噻。喝着酒嘛，哎，羊肚鱼恁好吃。哎，勇哥，你这个鱼好麻辣哦！哎呀，陈师兄，你这个羊肚鱼好美哟、哦。嗯。里面的虾肉好嫩啊，我要鸡味儿噻。